不到你。你跑啊，你再跑啊。我是天下第一神射手，要是学法术能和抓山鸡一样有趣，那我一定就不会再逃课了。要真那样，我学起来保准比莫大哥还厉害。呼，四只山鸡了。哦，对了，再打一只送给苏温长老，收了我的礼物，他就不能再生我逃学的气了。小姑姑是村长，又是独掌拳手，不是应该忙得团团转吗？果然在这里。莫大哥，看我抓的山鸡肥不肥？你小姑姑在村里到处找你，你却跑出来玩？她天天逼着我学法术，太闷了，还是抓兔子和打山鸡好玩。拳手试练没几天了，你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，玩心要收一收。收什么呀？拳手肯定是你，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。法术，我不爱练。他一直都把我当成小孩，其实我也不比他小多少。要是我当上了拳手，那时候村里人就不会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。他也……哎，穆大哥，要是你当上了拳手，会不会向我小姑姑求亲啊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看到你枕头下面是小姑姑之前给你绣的腰带，她给我们俩一人做了一根腰带，可从来没见你戴过，我还以为你弄丢了，没想到你那么小心地藏起来。你翻我东西！你小子！莫大哥，你真没眼光，看上个母老虎！臭小子，给我回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呦，莫大哥，我求饶还不成吗？求饶了，求饶了！莫大哥，又是这个梦。你醒了，师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这就来。还有。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？是昨晚没睡好吗？没事。时间不早了，出发吧。阿尤哥找到媳妇了吗？你不想家吗？我一定会通过拳手试炼的，连同你的意志一并完成。各位村中长老，四年前毒瘴动荡，以致拳手试炼一直未能完成。今日桑梅请求各位长老恢复选拔新拳手之仪式。
准许。村中适龄者，若有意成绩独仗全省，需通过天赋测试，才有参加试炼的资格。桑游，可愿参加试炼？我愿意。可还有人要参与试炼？没有啦，阿尤哥，我们都看好你。对啊，阿尤哥，你一定能通过的。你们，桑游，试炼者需互助进入天坑深处，由泉眼选择下任拳手。但如今只你一人，这种情况历代未见。可不可以让我们和阿尤一起去？嗯，好吧。这次特许你的朋友们与你同行。真的？但考验你必须独自完成。是。阿尤哥，加油啊！谢谢你们。莫大哥，如果你在的话，在行动之前，我要先交代几句话。毒瘴泉虽有天下万解，但也有天下万毒，有不少毒物是外界前所未见的，若不小心会酿成大火，你们要紧跟着我，尽量不要触碰任何东西，以防发生意外。嗯。毒瘴泉眼在天坑底部最深处，这里只是通向泉眼的第一层。天坑周围长着很多药草，只要小姑姑允许，就可以下来采药。不过也仅限于这层，再往下，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。去！呀！紧张！太好了，不必紧张。
神农九泉真是一个神秘的所在。从古至今，总有觊觎九泉力量的贪婪之徒，想聚九泉一己私用，完全不在乎生灵涂炭，也总有像我们村子一样的无名拳手拼命阻止，但世人大多无知无觉。可敬。为避免拳手在位过久迷失初心，我们村子每过几年就选出新的拳手。这一层的试炼我们得分成两队走，那就你们三个。月姐姐和修大哥不能分开，所以我和阿尤一组。小晴，前面的路有上下两层，月姑娘你们走上层，我和小晴走下层，到时候需要我们上下协力才能通过。好，那我们到这条路的终点汇合。今天桑游看起来与往常很不一样。或许是与四年前的旧事有关。没有路了，看来这便是阿尤说过的上下协力了，需由他与晴妹帮忙，我们才可继续前进。看这里的花花草草长得是不是很好玩？阿尤心情果然不太好啊。Thank you.
击破这座毒化，这样才能给上层开出路来。那我们后面应该也有需要月姐姐和修大哥帮忙的地方吧？没错。我懂了，他控制下层道路，我们先将其击破，前面那里都能通行。师弟，前面过不去，稍待片刻吧。好。哎，没路了吗？小晴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等月姑娘他们吧，还是我们的脚程更快些啊。嗯，阿尤虽然在笑，可是小晴，又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走了这么久，你累不累？我不累。我估摸着，前面就只剩一小段路了，应该很快就能和他们会合。小晴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？是阿尤有心事才对吧？这被你看出来了。先去找月姑娘修兄弟吧。等人齐了，我一起说。击破这朵毒花，秦妹那里应该就畅通无阻。这试炼若是只一人独自挑战，还真不知该如何应对。人都齐了，我们去下一层吧。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大家先等等，有些事情
我需要告诉你们。阿尤，什么事情？不行，我必须把发生过的危险告诉你们，不能有任何疏忽大意。阿尤，你们也听小姑姑提及了四年前独帐动荡，拳手失恋未能完成的事情。那时候的我，正是调皮的年纪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去世了。之后，便和小姑姑相依为命。我是个不省心的小鬼，整天在村子里捣乱，惹得小姑姑天天训我。现在想想，虽然有村人帮助，但小姑姑那时候不过十几岁，自己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，还得照顾我，该有多艰难。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，我却并不觉得有多难过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，他比我大两岁，也是从小就没了父母，又因为跟我经常玩在一起，小姑姑就索性将我们两个人一起照顾，我叫他莫大哥。我们每天一起学习，一起捣乱，然后在一起挨小姑姑的揍。我腰间这把刀就是莫大哥最宝贝的东西，谁都不许乱碰。我眼馋这刀好久了，偷偷摸过几次，莫大哥发现后装作很生气的样子，我慌得不行。没想到这把刀还是留在了我这里。默念在错、我爸小时候特别贪玩，在我看来，抓兔子打野鸡比学习医药法术要有趣十倍百倍。每次小姑姑都要紧盯着我，我才勉强能看下去解爷遗书。可是莫大哥不一样，他什么都学，也什么都会，更什么都做得好，我可崇拜他了。当时小姑姑已经担任拳手数年，按村规该从村里的孩子当中选择新一任拳手了。我和莫大哥算是孩子们当中天赋最高的了，村中长老也说人选不出我和莫大哥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是根本比不上莫大哥的。拳手失恋，若是受伤或被困，小姑姑就会将他们带出去，很快独掌拳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莫大哥。莫大哥，前面就是泉眼了，你快去吧。啊，我们都走到了这里，你怎么能这么随意？哎呀，莫大哥，我早就说了我对当拳手没兴趣，当了拳手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村的。这天底下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我都没见识过，没享受过，就这么绑在村里一辈子，我可不要。去年嫁过来的汉家姐姐输了好多稀奇物件，我都想去看看。你说她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？嫁给了我们村子的人，她以后可都不能离开村子喽。哎，说好了，要是你当上了拳手，以后我偷偷摸摸出村去玩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。臭小子，算盘打得挺精的。也是，如果我成为拳手，那就可以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独掌结界？不对，这不是独掌的力量。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
又敲了炼法术，也有可能是下一任拳手，玩心要收一收。收什么呀？拳手肯定是你，我就是陪你进去逛一圈。法术，我不爱练。阿尤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独杖终于恢复了平静。独杖动荡的时候，出现不明的气偶和结界法阵，小姑姑和长老们无法进入独杖。等他们赶到时，莫大哥已经……几个月后，我离开了村子。我发誓要找到独杖动荡的原因。我要找出害了莫大哥的凶手。阿尤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当年我只走到这里，前方不知还有什么凶险。我们打起精神，继续前进。做得很好，师弟。
这可是疗伤圣品，剩一口气都能救回来。可惜当时没找到。阿尤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莫大哥，他只是游魂，并且被大量毒物的怨念侵蚀，已经不是他自己了。不会的，他刚刚还……魏姑娘，岳父，不要伤害莫大哥本体。我要将他清除，我就有办法让莫大哥清醒过来。好的。拖住莫大哥！我那里先击破他！好，好，去。
莫大哥，已经过去四年了。四年，已经这么久了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意识大多时候迷迷糊糊，如行尸走肉游荡，仿佛噩梦一般。时候，以你的修为，明明可以活下来的，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？你知道我和小姑姑伤心了多久吗？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如果你有事，我一辈子都会没脸见他的。我大哥。你可别哭啊，你不是自夸，还再厉害的走也不掉一滴眼泪的吗？你没事，那我就再无遗憾。不过脾气还是那样，动不动就凶。一定是你总惹他生气。我留在这里，只是想再看他一眼。这么些年，他多次进入都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恢复意识，我躲着他，偷偷地看着他，这是我仅有的幸福。阿尤，若我真的投胎转世，那孟婆汤一喝，我就会忘记他的一切。我不想这样。莫大哥，小姑姑她已经成亲了。那个人对她好吗？Thank you.
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接下来的试炼必须我一个人去了，一切小心。你没问题的，我等你。您就是负责全首试炼的卫戍大人吗？然也。余为灵枢木卫，伴独帐而生，守护独帐之存在。试炼者，汝之能力心性由独帐辨明，汝可否接任全首，将于此战中揭示。余已等候四载，汝心智可已决。这次我绝不会逃避了。前面已经砸掉线索了，如果真想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试试看攻击毒草，顶顶剑上毒吧。前面的毒草药性很强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为什么就不能恢复体力了？试试看攻击毒草，直接上毒吧。可别小瞧了我。这一招可不是能正面挡下的，先找个地方躲过去。上善若水，时而盈之，不如其己。毒亦药，药亦毒，药无之德，则亦之心。全首责任重大，需德力兼备，心性俱明。别小瞧了我。
试炼者，汝上前来。天地九泉为六界灵脉之枢纽，滋生万物之源泉，众生平等共享。独掌之权，纳天下万毒，天下万劫，相生相克，循环不止。汝若为拳手，需向于起誓。汝需誓言守护独掌权。我发誓。汝需誓言不得利用独掌权谋一己私欲。我发誓。汝需誓言不得利用独掌权危害苍生。我发誓。若有违誓，天地不容。桑勇，从此刻起，你就是独掌的新任拳手。小莫那孩子已经走了吗？小姑姑，你知道？这四年来，我在独掌内一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也寻找过他多次。但他始终未曾现身。魏叔大人告诉我，毒物束缚住那孩子的魂魄，伴随着他强烈的意念变成咒，让他无法解脱。咒念侵蚀他的魂魄，早晚他都会魂飞魄散。可他总是躲着，我无从开解，只能寄希望于你。所幸还算来得及，现在由你来送我们回去吧。掌拳手了，阿尤哥，恭喜你，恭喜恭喜！桑梅大人还有事要交代新任拳手，我们就先回去吧。好，好。事关重大，如果不是阿尤继任拳手的话，这秘密是绝技不能让你们知晓的。四年前独掌动荡之后，阿尤离开村子去寻找线索。与此同时，我总算联系上几位拳手。我们发现同一时刻，其他九拳也出现动荡异象。虽然只有片刻，但拳眼皆被不明法阵束缚住，九拳灵脉停滞。热海拳手洛前辈告知，操纵力量的源头就在这九拳之中。只是再多的，他也无法得知了。若再度发生此事，那六界恐有大难。你们此行既是前往魔境，届时请你们务必打探演播的情况。小姑姑放心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只是魔界广袤无比，你们可否平安寻到子秋，又能否全身而退？前辈，修吾去过魔界，我们直奔天魔国，可减少同其他魔族对峙的情况。若真遇敌，我们三人支援修吾，也可一战。况且魁宇也身中绝名，天魔众一旦见到修吾安然，必会猜到我们知晓解毒之法。他们想替魁宇解毒，就不会轻举妄动。有道理，他们那么紧张魁宇，肯定不敢冒险。可他们如果抓住我们，强迫阿尤拿解药呢？既然如此，
以防万一，这颗风离雨珠哪去？此物可穿行六界，不过只能来去已知之地，若遇危机也可自保。多谢前辈。那我们先回仙侠派吧，防煞器的符文需询问师父才行。希望你们一切顺利。嗯。